今年的16跟16 Plus 的颜色都比较饱和，而且它是一个有一点点雾面的质感，这个是女生喜欢的颜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会大卖。其实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旁边的这一个拍照的拍摄按钮，那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按一下，哎，马上就进来拍照了。而且我刚轻碰的时候呢，你有没有看到它这边可以 Room In Out？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16跟16 Plus， 哦，然后它这次的黑色呢也是比较饱和的那种深邃的黑色。那这一次呢，它的其实最大的一个更新呢，就这边呢变成直立式的，就是为了可以拍空间影片。但是其实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旁边的这一个拍照的拍摄按钮了。这按钮呢，其实摸起来很舒服哎。那你可以看到，我先按一下，哎，马上就进来拍照了。然后我再按一下，拍到对不对？而且我刚轻碰的时候呢。你有没有看到它这边可以 Room In Out， 有没有 1.4 好，然后你这边呢拨杆一下，下滑变功能一样，你这边就可以选择你想要使用的模式，包含这次有更新的滤镜。好，再来呢，它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呢，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到这边，你有不同的滤镜呢，你可以自己去选择。好，甚至于呢，好，你选择好以后，你可以把它点进来，你还可以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这控制板，随时在后置的时候可以调整你想要的，而且它上面的参数也都帮你写好。哎，我们现在找小晴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两款颜色，是 iPhone 16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有三个新色，三个新色嘛。我们先看看这个颜色，某一些角度像宝蓝色，有没有很像宝蓝色，对不对？对。但这个颜色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很喜欢的，而且它是一个有一点点雾面的质感。对，而且你会发觉今年的16跟16 Plus 的颜色都比较饱和，对，去年都比较淡。对，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色，哎呦，哎，这个色是我喜欢的，也是一样，就是有一点雾面湖水绿的感觉。湖水绿，对，对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会大卖，嗯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隔壁这个颜色，这个是女生喜欢的颜色，对，但是比我想象中的再深一点点，真的要比较喜欢显眼的人，可能才比较会接受。对对，我也觉得，哎，去年是很粉，今年就比较深色一点，对他可能就想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的风格的感觉。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颜色，剩下白色、黑色就是基本色。对，这两个基本色。对，然后换上比较雾面一点的质感，雾面的感觉就会比较神秘一点啦。嗯、但是你知道吗？我喜欢呢这次的白色，它有点像乳白色，有点乳白、牛奶白，很透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吧？嗯。好，我们今天谢谢小晴。小毕业，然后就想说可以送他一个比较不错一点的礼物，就是，哒，哈，哎呀，被吓到，现在有点感动，我也是看着我弟这样成长的。今天呢是我弟小六的毕业典礼，过了今天之后呢，他就暑假结束，他就变成国中生了。我昨天跟弟弟在台北有工作，我就跟他说，哥哥明天可能也没办法，因为他们毕业典礼超暴躁。反正呢，我就跟他说我今天早上有工作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弟弟的毕业典礼，他超级难过。而且他昨天呢，我在他回桃园的时候，他还跟我说，那哥哥你不会来的话，你可不可以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面签名？今天有准备一连串的惊喜要给我弟，然后跟我爸妈串通好了，我现在要先去买花，直接杀来花市。花市凌晨4点就开了，我们现在直接来挑花。那这边有这种，就是一定要有的标配，那我们就买这个好了。
终于买到了，这算 OK 吧，对不对？超大数。我弟跟我说，他好像是什么校长还是什么，就是前几名的那种哦。所以呢，不能随便，对不对？这个规格要给他拿出来，然后再加上很适合我弟的风格，跟我弟一样阳光男孩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直接出发去他的毕业典礼，走吧。刚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弟已经在颁奖了，我妈呢？妈妈，弟弟在哪里？弟弟快要收奖，结束了吗？还没结束。刚有点突然，因为我刚刚在门口的时候，我妈说已经开始在颁奖了，跟我们两个赶快冲上来。然后我弟是以第三名毕业，是不是很前面？所以我一定要记录他这么神圣的一刻。现在有点感动，我也是看着我弟这样成长的。弟弟没有招摇撞骗，他从来没有提过，从来没有提过我。然后爸爸这次也是特别回来，因为弟弟是进入另外一个人生的阶段，所以呢，我们大家都要一起见证他这个很历史性的一刻，一起祝福他。对。然后听说后面这边还有弟弟的小卡片，对，可以来看一下。要写给他最想感谢的老师，感谢感谢您这一年来的指教，教导我们人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。上了六年级后，虽然您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班导，但是您的谆谆教诲我会牢记在心。大帅哥敬上，有看到吗？他最喜欢自称大帅哥。虽然他平常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但其实他的心里其实还是很成熟的。没错，就有点怀念啊。我看跟这边应该没有距离很远吧？十二岁，距离我已经十五年了。想要知道我弟在班上的人缘怎么样？我觉得感觉蛮好的。他刚刚在跟女生讲话，有几个女生，我觉得我要盯一下。你干嘛断你弟的情路？不是不是。我怕我弟去糟蹋人家。我知道我弟好像有几个红粉知己，然后每次问他，他都说没有。然后顺便看一下，说我弟在班上的人际关系怎么样？搞不好他在班上受欺负啊，对不对？或是他欺负别人嘛，也是有可能。所以我们等一下直接去突击一下。那我刚刚发现克莱尔今天心机真的很重。他明明就没有耳洞的人，还给我戴耳环，还戴假式耳环，你到底哪来这个东西？弟弟毕业典礼总是要慎重一点。而且你看哦，弟弟夸夸的，很夸张哎。这是潘朵拉送给我妈的，然后我妈就很开心。然后就戴得很爽。我知道你是不是二号？我是三号。三号。我弟有跟我说，三号黑黑的。我是不是有给我弟做到面子？我来这个学校，我坐在这边 ，Oh my god， 人气 up up。还是我出个联名衣，没关系啦，有更好的，可以看我的影片，我会陪伴你走过失恋，好吗？可以抱一个吗？讲一讲，差点哭出来，他才哭笑。幺幺。最低的，为了招待我们老弟，他毕业然后招待朋友来家里，我们怎么可以就这样子空手，或者让人家？他在摆 pose。对呢，悠悠刚刚点了什么？麦当劳的送。因为悠悠是鸡块达人，好了，我们去拿餐点吧。其实我等一下，除了麦当劳欢乐送之外，我还要准备毕业礼物要给悠悠，我们等一下上去再说好，因为他们现在快走过来了。好啦，你们就大家一边吃鸡块，然后我们一边聊关于悠悠的秘密，行，好不好？那我想要问大家，悠悠平常在班上是什么样个性的人？很吵人，很吵的人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悠悠在班上有喜欢的人吗？有哎，点头哎。这个反应，他后面的男生不敢出卖他，所以就蹭悠悠的脸。你看他都这样。有没有睡午觉的时候会打呼吗？我会，然后放屁交响乐。
要升国中前最遗憾的事情，就是没有拿到市长奖，因为又是第三名。第三名什么奖？局长奖。局长奖是什么礼物？800块7券。哎呀，不错哎。然后你是第四名，字典。第四名就是字典。250。哎，你的是什么？7礼券还有新充。你有什么？一张100的7礼券，还有一张500。哇，不错啊。那要第四名是不是觉得很不爽？因为有没有收过情书？有，刚开始就有2份。他拒绝的原因是因为什么？课业。这是不是渣男的行为？渣男都会这样说，现在还不想要谈感情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现在要毕业啦，所以一定要问他们未来想干嘛。工程师啊。哦。那你嘞？跟他一样。你不是想当 YouTuber 吗？谁想当 YouTuber？ 我年代了，还有梦想哎。兄弟感情从此决裂分裂，好坏哦！阿你感情分裂的转折点，富二代，富二代不会，我应该不会。那一栋应该是改成建房子就好了。是我第一次跟一群富二代在一起的意思吗？他们现在在里面玩游戏这样子。因为呢，弟弟已经国小毕业，然后就想说可以送他一个比较不错一点的礼物，就是。跟大家说，这个不是我买的，这个是我的旧手机。因为悠悠的手机好像是6，是之前爸爸的。然后其实我看弟弟就是有时候还要跟我借手机玩，就是因为他的东西可能下载不了这样子。我想说，反正我旧手机也没有在用，所以就当做一个礼物送给弟弟，但也不会到太贵重。因为接下来弟弟上国中之后，学校的部分是比较远的，所以我想说，哎，换一只手机，然后到时候如果说什么问题的话，也可以联络这样子。但是因为以课业为主，所以当然也不希望说送礼物给弟弟之后，弟弟会一直疯狂的玩手机，会影响他的课业，所以到时候也是会有妈妈来控管，妈妈保管，所以要跟弟弟说清楚。他有使用权，但是管理权在妈妈这边。对，不能绑信用卡，不能绑信用卡，这样很恐怖。现在说真的，小学生都很希望有自己的手机。对，其实有的时候悠悠也会帮我拍照啊，对，他可能会拍妈妈或什么，然后传给我。再加上悠悠的手机容量好像不是很多，对，就是有点想帮他换，可是又不想说专门买一只，因为对他来说，我觉得现在这个年纪还不需要，因为小朋友嘛，其实就只是需要一个通讯的方式这样子，然后确保他安全。对啊，我们的用意是在这里。那我们现在叫弟弟出来。哦，好啊。悠悠。你坐着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是，我手上的书。什么事啊？今天是你的毕业典礼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有没有想要送你一个东西？要吗？还是说不要？要。让哥哥亲一下好不好？眼睛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。哒。哈？我觉得里面是假的。展示机？不是展示机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你认真哎？真的啊，嘻嘻 ，Oh my God！ 你哥哥给你手机，但是你不能一直随便乱玩。这是 iPhone 几啊？好像是11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悠悠你要给妈妈保管。就是跟之前一样，妈妈会控制你玩手机的时间，可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有一个新的手机，而且你可以拍照或什么的，而且你有自己的手机，可以吗？好，开心。看他刚刚的态度跟现在态度差多多。毕业快乐，毕业快乐。好了好了好了。